那个欢迎两位委员先莅临我们兔年特别节目的现场。那因为今天是兔年特别节目呢，所以有道具要拜托委员，好，帮我们一起使用。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头套。头套。你为什么刚刚没有说这个？因为我刚刚忘记了。所以要拜托三位委员帮我们使用这个，它那个有一个魔鬼粘，你要把它撕开。是的，然后呢，接下来你要这样对吗？我这比较简单，你的好像难度比较高。对，因为委员这个头的 size 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把它戴上去。是，应该是吧？对。哦，好可爱啊！那你可以把它粘起来。对，我觉得你刚才是故意不跟我说。我刚不是故意的，我刚他也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样。因为我们今天是过年特别节目，所以要拜托委员帮我们打招呼。好，大家好，今天是初五，大家开工大吉。好，我是立法委员范云，新年快乐，兔年快乐。大家好，我是洪森海。大家好。好，那谢谢两位委员帮我们打招呼。等一下我们的兔年特别节目的任务呢，就是我们会帮两位委员上特制兔年套餐。那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两位委员看谁先吃完，那谁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特别礼品。那请我们的小帮手帮我们上菜。来，首先是我们的特别前菜——红萝卜沙拉。耶、yeah, ！这时候应该有一个鼓掌声配乐。耶、yeah. ！富含胡萝卜成分的蔬果汁。Yeah, 然后最后一道我们的主餐是由我们的小帮手今天一早起来特别调制的胡萝卜咖喱饭。哇哇，太棒了，一片橘橘的。Yeah. 我现在昨天晚上吃太多了。好，要加油，要加油，再怎么困难都要完成。审查委员有没有信心？有。听起来十分的勉强啊。好，那我们的时间倒数三。二一，开始。所以这是一个比赛，对不对？对，是比赛要先吃完吗？对，看你们想要先。这它这个红萝卜是生的吗？是的。这蛮难消化的。对不起，我以为是熟的。是真的，全部都是萝卜，一块鸡肉都没有。我以为你会把里面加什么兔肉之类的。太棒了！日本那个吃饭比赛，有的都还会跟观众讲话。哎、欸，这个萝卜汁是哪里来的、啊？这是买来的。买哦哦。对，难怪比较好喝。对，我忘记提醒委员。我要开始客饭了。好，加油。看来我们的申汉委员已经开始先食用主餐了。吃了两块胡萝卜，觉得味道如何？是 OK， 比我想象的好。咸度什么的？什么叫咸度？就是咖喱饭不咸，就是它整体的调味上。我跟你说，这就是看起来是饭是非常的硬的。对，饭看起来就很硬，好像没有煮熟的感觉。那你不过我跟你讲，为了兔年，好，就这样。为了兔年跟大家的吉祥，哇，运动家没有运动家精神吗？我们真的很硬哎。对不起，小编准备了。难怪人家那个吃饭比赛，那个日本的那个都要找那个美食，你知道吗？提升一下。所以委员，两位委员吃咖喱饭的样子是不一样的。洪山是不搅拌类型的。对呀、啊，你不搅拌的。然后范伟是搅拌类型的。我喜欢一搅拌。吗？他那个不像搅拌，但是他是很认真的搅拌这个，因为我觉得如果饭那么硬，不如搅拌这样会比较好吃。这是一个策略，哇！对对，两位委员是有看《犀利人妻》的吗？那个温升豪啊，他在演那个男主角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我的咖喱饭搅在一起？这样子，我没有看哎、欸，我只有看那个日本那个叫什么比赛，有些很多瘦瘦女生好会吃那种，每个人策略都不一样。对啊，我只是想说，我好像觉得这样，哎，这样口感不错哦。我觉得范老师感觉比较像在装忙。哈哈哈哈。我觉得可以吃很快。你真的吃很快，你现在遥遥领先呢。我是个肥宅。先从这个比较粗胖的开始好了。好。
这是最难吃的。大家节食这样太痛苦了哈，健康餐这样。现在我以为以前在上范老师的课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跟范老师一起？你要讲起他不想提的话题。我不想提吗？啊，没有啦，我不知道。我小时候上范老师的女性主义理论，有什么心得？有什么心得？就是哇哦，哇哦！那时候应该是范老师刚回台大，哪一年啊？2006还去？2004还2005，我有点忘了。你是哪一年毕业的？我台大念很久，然后毕业。我应该是2006去教的吧，那所以应该是2006。我有点忘了，而且我是第一年教，是不是？我只记得那书很厚。哇哇哇哇！胜负揭晓，好丰盛哦！11:30的时候，范友元吃完了他的特制兔年套餐，但是很接近，他只是跟我差半根那个。三分对，还有黄瓜汁，还有一口。哦，可能中间讲了那个女性主义理论课，那个突然吃不下，突然策略性的转移他的注意力了。不会不会，他去用他的打开了一扇窗。我们现在请我们小帮手颁奖，时间到。哇，这是奖品哦。这奖品是我们的。还有特制的那个红萝卜蛋糕，还好还好，这是我还算蛮喜欢吃的，虽然现在好饱吃不下了。真的都红萝卜系列，或者我们也是有准备一个小小礼物，请帮我们打开。这是什么？这是经济民主联合捐赠的红兔大展特制春联。哦，红兔大展，我们 NGO 朋友祝福大家兔年行大运。好，兔年幸福飞耀。然后呢？我也不知道。那我们两个也兔年开工大吉，希望今年立法院可以为大家争取更多好的法案，更好的政策通过。对，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好。好